榴莲泡面。开饭啦，姐妹们，嘿嘿。半包就好了。嗯，好丰盛。今天这个螃蟹是腌好的，然后拿来，嘿嘿，又麻又辣又香，试一下螃蟹这个膏吧。哇塞！哇，绝了绝了！再来一个糕吧，好甜啊，又甜又辣，哇，这个甜甜的螃蟹配上这个汁，哇，哇，哇，这个汁真的。吃个杯，哇，好甜啊！好香辣，嗯，绝了。蘸这个芝士看看，哇，里面有那个麻油的香油味道，这个壳很小，看到没有？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
这个小贝贝好甜啊。哇，好像是外面这一层有点老，要把它去掉，是不是？这样不是浪费了吗？但是有点老，挺老的。这玩意儿，姚天林，其实这个热量挺高的，